此处追踪任务目标。九星连珠，天地异变，长生诀已然现世。徒儿，玄天司南指引在此，这九仙山中必有线索。入骨相思豆，玲珑心不知。啊，这是木姐姐的诗了。问君幽几许，可曾知我心。我正在为灵田之事发愁呢，可否替我浇浇水。点击使用任务道具。小侠客古道热肠，老夫再次谢过。啊，谢谢你的药草。少侠客曾听过天下第一婚礼，缘定今生三生缘，不负韶华不负卿。点击请柬，恭喜开启情缘系统，快快找到您的一生所爱吧。长生诀，不知。哦，你可去问问我师父，过了这断崖往上走便是九仙山道观。滑动屏幕，可转动镜头。小友，来我九仙山道观何事？这伤势，可否替我取一枚运灵珠来？劳烦少侠了。速去阴影荡看看，怕是会有危险。你们二人切记，莫冲动行事。总算让我找到九姨，
你居然还没死，这位小姑娘就是。婴儿别怕，有婆婆在。看来长生诀就在此山洞中，公主可以不死，但九婴一定要死。陈生，别管我，守着长生诀要紧。点击此处追踪任务目标。孩子，你别自责了。